你确定要帮这个人渣？那魏先生还没有被定罪的，我了解一下情况有问题吗？你们律师是不看新闻的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他刚回国不久就闹成满城风雨。你是说他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强奸犯？部门把律所收掉了， Evan 那边 offer 我，要我回去接手他的公司。原创强档师出名门，每逢星期之四晚上10点，八度空间为你伸张正义播出。